看不见，却生变；变，却生变。变指的是味道的东西。根据《韩非子》书中记载说，春秋时代，齐国发鲁，向鲁国要求久负盛名的禅鼎。这个鼎因为大禹铸于干禅之地而得名。可是鲁国舍不得，就伪造了一只假的禅鼎来送给齐国。齐国也看出来了，当即告诉鲁人说，这是赝品。左边这个赝字和中间的赝是通用的，后来和右边这个赝也相通了。根据上面韩非子书上的故事，凡是伪造的物品就叫做赝鼎。自古至今，很多人都喜爱古物，常常万金不惜，到处搜罗。但是由于科技的发达，使得仿造的技术更为精湛，所以古物市场充满了各色各样的赝品。稍有疏忽或者是不是行家，那么很容易上当的。另外，有些不法厂商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，竟然不计商誉，冒用外国的厂牌和商标，这是一种缺乏商业道德的行为。所以政府订定法令，防止仿冒。所谓仿冒，就是仿造赝品。因为赝这个字不普遍，所以很多人把它写成了这样的赝字，而且被普遍采用。但是严格来说，这样的字只不过是一个俗体字而已。和赝字很相近的是这个鹰字，国语注音是一声鹰，一声鹰。鹰指的是心胸，如义愤填膺，全权福音是说忠心敬佩，而且时时都不敢忘记的意思，如福音三民主义。应就当作承受来说，所以应命就是奉道命令，应卷是从很多人当中被推举出来。最后要提出来的是，赝不可以读应，如赝品是不能够念成应品。另外，这个应字是肉部而不是月部，请特别的注意。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